台湾出入境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，为提升台湾医疗服务水平，带动医学产业经济，当局正积极研究开放大陆人士到台健康检查和医学美容。配套措施包括通过卫生主管部门核准的医疗机构代为申请，提供相关健检美容计划以及疗程表等，已由相关单位研究办理。依现行大陆人士到台规范，赴台从事相关医学专业交流活动，仅限具有医疗专业背景的人士。而2009年开放大陆人士到台观光后，陆客在自由活动时间可以进行健康检查和医疗美容，但仍需以团进团出的方式进行。虽然今年6月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开放，但仅限北京、上海、厦门三个试点城市。到台从事健康检查和医疗美容的大陆人士数量仍然有限。台湾出入境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，希望通过此次修法突破现行相关区域与其背景的限制，让更多的大陆人士享受台湾的医疗服务。